一年级的同学大家好，所以现在呢我们来上这个数学的形状， OK， 所以呢写上名字跟日期哈，现在19 8 7 6 5 4 3 2 1 0，好，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呢，我们读长方体，长方体，所以呢你可以划线去看哪一个是长方体哦，长方形的， OK， 它像长方形这样的。第二个圆锥体，圆锥体呢是像我们的birthday 的帽子那样， birthday 的帽子， OK。 圆体球体呢就是圆形咯， OK。 圆柱体呢就会像我们的那种饼干桶啊这样子的， OK。 圆柱体像一根柱干这样的。正方体就是正方形的体积咯。下一个正方棱锥体，它的下面是正方形但是上面是尖尖的，所以我们就会叫正方棱锥体， OK。 所以你可以按暂停先画好线先哦。好了过后呢我们来学这一个什么叫边、平面、曲面跟顶点， OK。 顶点我先讲哦，顶点是这个尖尖的地方，我们都会叫它顶点，尖尖的地方我们就会叫它顶点。然后平面呢就是平平的地方， OK。 所以平平的地方在哪里？在它的下面，因为上面呢这个身好像那种birthday 帽子的话，它上面是弯弯的嘛，所以呢平面在下面平平的， OK。 好，哎呦写错了，写在二号的格子才对哦。OK， 然后呢下一个到曲面是弯弯的表面，弯弯的表面就是这个咯，像那个球， OK， 我们的球它有平面吗？没有，它整粒球都是弯弯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那个叫曲面。OK， 最后一个这个是边，它一条一条的，这个叫边。好，我们来好了过后我们往下看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完成个体的立体特征哦，像第一个平面，平平的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一个正方形有几个面？有前面、后面、上面、下面、左边、右边，有六个面哦，六个平面。请问它有弯弯的面吗？它有像球这样有弯弯的面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它有顶点吗？有尖尖的地方？有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， OK， 有八个顶点。它有边吗？有， OK， 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、十一条、十二条，总共有十二条边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有平面吗？有，有前面、后面、上面、下面、左边、右边，总共有六个平面。它有弯弯的面吗？它有曲面吗？没有。它有顶点吗？有，尖尖的地方了，所以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八个顶点。它有边吗？也是有哦，你看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有几条边？十二条边。好，下一个有平面吗？有，下面平平的，对不对？和斜斜的这边有吗？前面、后面、左边、右边就有四个了，下面就五个， OK。 然后呢曲面有吗？它有弯弯的曲面吗？没有。它有尖尖的顶点吗？有，一、二、三、
四、五。它有边吗？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八条边。OK， 下一个，平面有吗？有，下面的算平面哦。有曲面吗？一个弯弯的曲面也有。一个有顶点吗？有吗？有。有边吗？有，这一条是边。OK， 一条罢了。下一个平面，上面跟下面都是平面哦，两个平面。曲面就是弯弯的边，只有一个是弯弯的边，对不对 ？OK， 然后顶点有尖尖的顶点吗？没有。有边吗？有几条边？两条边哦。上面这条边跟这边这条边 ，OK， 好，两条边 ，OK。下一个，请问这个球有曲面啊、有平面吗？没有。有曲面吗？有一个。有顶点有尖尖的吗？没有。它有边吗？也没有。OK， 好，然后你好了，我们看下一个。OK， 下一个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例题。OK， 这个叫正方零锥体、圆柱体、正方零锥体、圆锥体、正方零锥体，下一个到什么呢？所以呢，你就圈出下一个的图形。下一个圆形、圆形、正方体，哎，球体、球体、正方体、圆锥体、球体，下一个是什么？好 ，OK， 下一个。下的圆锥体、上的圆锥体跟正方零锥体，下来的正方零锥体到下来的这个圆锥体过后到什么？看下上上下下什么 ？OK， 下一个这个。横的长方体、正方体、直的长方体、正方体、横的长方体，什么 ？OK， 好，所以呢，你圈好了过后，等一下我们就会讨论答案。OK， 下一个呢，我们来找一找、数一数哦。所以这个虽然图片有点黑啊，但是老师可以跟你讲。OK， 球体有什么球体呢？这个圆圆的球体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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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体。所以你数看这边有几个球体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五个，好，正方体有一个，有两个 ，OK， 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。下一个这种尖角的，只有中间这一个，对不对？顶住这粒球一个。下一个圆柱体有一个圆柱体跟两个圆柱体。下一个，这个长方体有一个长方体、两个长方体、三个长方体、四个长方体 ，OK？ 哎，这个是一整个的，所以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好，现在尖尖的这个圆锥体 ，OK？ 我看一下，圆锥体有只有两个 ，OK？ 所以你可以按暂停写下来。好了，过后我们看下一个哦。OK， 下一个呢，这个要你自己做了啦。OK， 刚刚我们已经有讲过什么是边，对不对？什么是直线？直线就是一条线 ，OK。然后跟曲线，所以直线呢跟边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来的啊，只是呢直线是这样直直的 ，OK。边是有一条边、两条边这样子，所以你可以尝试做做看。等一下我们来讨论看你写的对不对哦。所以我们可以按暂停，先完成。好，下一个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长方这个三角形跟长方形的特征。OK， 把相关的 A、B、C、D 写在圆圈上哦。OK， 第一个有四条边，所以哪一个东西有四条边？所有的边都是直线，所以呢，这个来应该放在哪一个格？有三条边
OK， 三条边应该放在哪一个格？有三个顶点，哪一格呢？相对的边一样长，就是它们的边都是一样长的，是哪一个格子？ OK， 就是相对的哈，相对就是前面，上面跟下面一样长，左边跟右边一样长。这个是有顶点，应该放在哪里？好，所以你把 ABC 填进这个格子里面，所以你可以按暂停先完成。好，下一个，这里 ，OK， 这里哦，我们要涂上颜色 ，for 那些接下来的哈。所以你看第一个，正方形、圆形、圆形、三角形，圆形要过后的什么形？下一个，长方形、三角形、正方形。三角形、长方形要到什么？好，下一个，三角形、三角形、长方形、圆形、三角形，然后到哪一个？下一个，这个一个圆柱体跟这个正方形跟圆形的这一个符号，然后一个长方形，这个符号，一个三角形，这个符号了到什么？下一个。上右下左上什么呢 ？OK， 所以呢，你要把这个对的答案彩颜色在上面哦。所以你可以按暂停，先把它完成。好，下一个呢，要你写出它们的数量，但是要用颜色。正方形你就用蓝色，长方形用红色，三角形用黄色，圆形用。青色，所以你可以呢先把颜色填在上面了过后，然后数有几个正方形，有几个长方形，有几个三角形，有几个圆形，好吗 ？OK， 好，所以呢好了过后，我们看下一个。下一个他问你哦，下面哪一个模型比较容易倒？是 P 还是 Q？ 如果是 P 比较容易倒，你写 P； 如果是 Q 比较容易倒，倒下来你就写 Q。OK， 现在下一个，宇恒正在收拾物品，你可以帮他根据顶点。和没有顶点的物品归类吗？所以哪一个东西是没有顶点的，没有尖尖的，就写在把它的 ABC 写在这条线。有顶点有尖尖的，把它写在这一条线 ABC， 可以吗？可以啊、哦、OK， 好，所以你可以按暂停先完成。下一个，我有四条一样长的边和四个顶点，我没有曲线，我是什么平片？平面 ，OK， 所以在上面画出这个形状，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形？它是一个四条边都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画出来，四条边都是三个格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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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变成一样长的。来，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形状？有四个顶点，有四个一样长的边，我们叫它什么形？所以自己写下来啊，不可以问别人哦。好，下一个，圆锥体有多少个圆和多少个三角形的平面？来，这边有几个圆，几个三角形，把它写下来。你看到几个你就写几个咯。OK， 下一个，以下是文光有的立体，它用手电筒照射这些图形会看到什么影子？ OK， 如果会看到三角形的影子，这样你就把它的 ABC 写在这个格。如果看到长方体的影子，长方形啦，你就写把它的 ABC 写在这里。看到圆，你就写在这里。OK，看到正方形，你就写在这里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按暂停，先写下来。用正方形、长方形、三角形和圆形
放在在正方格里画出一所房子，所以三角形已经画了，对不对？就我们画一个正方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， 好，现在呢，你可以这样子画一条长长的线，可以画到完，这个就是它的长方体咯，对吗？看一下哦。哦 ，OK， 是变成一个正方形了，因为算过来十个，算上去也十个，就是一个正方形。这样现在我们画一个长方形了。画它的窗口。OK， 它的窗口，然后再画一个三角形，已经有了。OK， 画一个圆形，圆形可以画在里面。讲老师，我不要这样画，我要把三角形画在这边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个长方形画在这边也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是我们画在里面也是可以咯。OK， 所以你可以画成你自己的，不要跟老师一样的也是可以，好吗 ？OK， 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所以你画好了过后，这堂课就结束了咯。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影片，好吗？好，第二个影片见，拜拜。